费一签收。哇，这哪里 ？Oh my god， 这哪里？我的化妆师在哪里 ？OK， 请问这位大哥哥你是谁？你好，我是李默，你是？哎，对，我也叫李默。啊，打个招呼吧，跟你讲。好啊，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匠心娱乐的 Tiger 队长李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易安乐社的李默。然后这个是天猫新出的一个挑战互动节目，对啊，就是不只是我们有可能会赢得奖励，然后也可以会就自己的粉丝们，然后就是哦，有奖励哦。对，我觉得任何游戏只要配上了有奖励这个游戏，我就会很有干劲，全力以赴。对，这是个有趣的时代，没什么不可以，这个我可以，哥哥很可以，就是他，这好像是护肤品是吧？好像是听说可以夹出来是送给大家，然后是粉丝福利。这是我们第一个游戏环节，哥哥很可以。游戏计时3分钟，3分钟内是在夹娃娃的同时接受麻辣拷问，计时结束抓取数量较多者获胜。那谁先啊？你剪刀石头布吧。好，您的先。剪刀石头布，我先。OK， 开始。OK， 我开始。用一个动物来形容自己。用一个动物形容自己的话，那应该是霸王龙吧？霸王龙为什么？因为我平时很喜欢撕。哦哦哦哦哦。一个可以哦，可以啊，你想想是这个、啊、那推荐一个。哦哦哦哦哦，两个什么情况？那个说出自己的三个优点。三个优点，手长脚长头发长。头发长、嗯、OK。 做艺人遇到的最大一个困难是什么？怎么克服的？嗯，我好像没有遇到过什么很大的困难。顺风顺水的吧。啊！我太厉害了，我太厉害了！可以认输吗？对自己哪里最不满意？为什么？唯一不满意的地方，可能就是我的眼睫毛太长了，容易戳到自己的眼球，就是这个地方不……哎，哎，看我现在已经到达了一种就是镜子都不会开心的样子了，真的是高处不胜寒的感觉。世界第一枚邮票出现在哪个国家 ？A. 美国 ，B. 英国。英国。哇，学习蛮好的，猜的。看见闪电后3秒钟听到雷声，表明闪电离你有多少公里 ？A. 3公里左右 ，B. 1公里左右。计算一下，3秒钟吗？1公里。然后对了，芭蕾舞是从欧洲哪个国家传进来的外来语？然后 A. 法国 ，B. 西班牙。西班牙。西班牙？没有，法国。哦，法国？为什么？好人，那我先来问喽。OK。感觉皮肤保养蛮好的，平时有护肤吗？有什么保养护肤的小秘密可以分享吗？多睡觉，然后多睡觉，多吃多睡。对，这招非常管用，因为你的脸皮被撑起来之后就看不到任何的瑕疵。还记得第一次登台演唱歌曲吗？内心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？内心的心情是很紧张，很紧张。还有呢？很享受。怎么都用一个动物来形容自己？猫。对自己哪里最不满意？为什么？没有哎，没有吗？很喜欢自己。最不能接受的演出失误是什么？如果发生了会怎么应对呢？忘动作或者忘词吧。哦，因为这是业务上的。对。如果可以拥有一个特异功能，你希望是什么？能够给身边人带来快乐吧。觉得自己作为艺人最大的优势是什么？长得嫩。人在多少岁的时候会失去一半左右的味蕾 ？A. 60岁 ，B. 80岁。80吧。恭喜你又错了哦。人和下列哪种食物有50%的基因是相同的 ？A. 黄瓜 ，B. 香蕉。香蕉吧，因为猴子喜欢吃香蕉。对，你这个好厉害哦。涂精华液和涂面霜哪个应该在前面涂？精华。恭喜你，对了。好，那刚才你林大哥抓到了一个，我帮你拿两个。我抓到了5个，然后这些呢，其实是要送给。粉丝们的，但是你们要怎么获得呢？想要获得这些礼物吗？就上手机天猫 APP， 然后就可以领取这些礼物。对，搜索这个我可以，就有机会获得。友军也可以。欢迎回来，这个我可以。这一轮的游戏名字叫友军也可以。3分钟内完成电话猜谜游戏，时间较短者获胜。本轮游戏还有神秘的惩罚环节哦。我还是打算先给胡文轩打一个，因为。我觉得他是皮肤特别棒的，然后他应该对这方面比较了解。
哦，他没接，那我给武承泽打一个吧。然后武承泽也没接，完了。哇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我的朋友都是大忙人。给孙泽林打。哦，接了。我在录节目，别乱说话啊。喂。哎 ，OK 了 ，OK 了。啊，那个，你知道那个护肤，就水乳中间要用一个什么东西？精华。三个字。对对，就你说那个。水乳之前。没，你刚才说对了，但是它三个字，你说出来。精华水，精华液。啊，对 ，OK， 完美，你这果然你的脑子，你的脑子就跟我差一点点，对。OK 的，不错，搁这儿啊，你挺好的。喂，于未央，我这边我要跟你玩个游戏，就是我这边会有一个三个字的关键词，然后我会把你慢慢的套出来，这个三个关键词到底是什么？你准备好了吗？这个关键词非常简单，你说话声音大一点好吗？行。好，来，我现在开始了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好，这个东西呢，前面两个字它是。吸取天地之什么什么？什么呀？我要吸取天地之。那这五句也回答可以吗？哇！可是这是我的答案，你拒绝回答。精华。好，对，前面两个字对掉了，然后第三个字是水。水是什么体？液体。对，好，保留第一个字。精华液。对，太厉害了。阴天，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来吧，跟我一块儿吱呀吧，感受它的威力真的很爽。那我就来一段舞蹈 solo， 你们可以给我放首音乐吗？啊，没有，有没有什么歌可以教我的？要不你教我吧？要这个环节吗？要不你教我吧？ Okay, 我的话就从这里到这里，就去流水一样滑下来。Nice。对。Okay. 然后身体的话就是右脚先，一、2、5、6、7、8。右，这边。会。哎，这个就是慢慢的。万物都可以，欢迎回来，这个我可以。本轮游戏的名称是万物都可以。五分钟内完成手工作品，并由现场的工作人员贴笑脸投票，票数多久获胜？它上面这个情绪好像，我只经历过，除了挂科，其他的我都经历过。我说这苦恼的事情，我真的是很少遇到苦恼的事情的，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，就是我会遇到什么困难。但是，这个五连跪跟余额不足，真的是我。有一次我去商场买东西，当时是买一个红薯，只需要10块钱，不是10块钱，那我肯定要买，然后就买。到了之后，它开始是一个就是余额不足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让我一个朋友就是借我20块钱，我说20块钱我要去买红薯，结果我20块钱刚刚到手上，他就自动扣费40块。我要选五连跪，五连跪，你呢？余额不足吧。哦。这是躺在床上五连跪的你。就是我觉得遇到不好的事情，也要让自己美美的，然后希望大家在不开心的时候。也可以迅速的开心起来吧，然后一直都是很可爱的小猫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12条。输了。然后我觉得，我们可要把自己的不开心给变成开心。好呀，要不然我们俩一块捏一个开心的。可以。那我加个爱心在上面，你就变开心了。对，我就捏一个爱心就可以了。就希望大家遇到不开心的事，哇，你的心，你的心走啊，一颗心。对 ，OK， 送给你。
欢迎回来，这个我可以。好啊，现在这一环节就是 OK 送给你。就是我们在这个盒子上会写上我们的签名，然后还有一些画啊，还有这个我可以这几个字啊。我们每个人会送出两份想不想要我们这个礼物。对，如果想要这个礼物的话，上手机天猫 APP 搜索这个我可以，就有机会获得哦。我们今天呢玩了这么多场游戏，整场算下来的话，林大哥你就输掉了。我们的惩罚就是向你的脸上贴上胡子。我来帮你挑一个这个吧。啊，接下来是我个人的安利时间嘛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接下来的上海的见面会，希望能够见到大家，还有新专辑也快要发布了，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支持我们，我们更加努力的，谢谢。而战看我的手段，这服真的不太适合跳舞。好了，下面呢就是我的个人安利时间了。因为我最近我的新歌《海上地上天上》已经发布了，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支持一下。我一直等着有一双童真的眼睛，它不像钻石也不像玻璃，它像一颗小。这是我们公司最近会有一个演唱会，夏日季，希望大家多多来支持一下，地点呢在南京，谢谢大家。有一双童真的眼睛，王阿姨。